了李飞机，每天在家里学习，都是这菜篮子的戏。我们在一起，最近分了三个部，我们在一起，谁在看我？撕下标签，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那漫长的楼梯到底还要爬多久？大多人迷茫，一生学习安于困惑，但大多一生却困于安逸的生活。那你有最多的选择，会怎么选？该不该踏出的来不易的舒适圈？想到环境太严苛，其他价值不值钱，但踏入白色巨塔可能就是五十年。我们在 ECC， 生活在那里面积，每天在那里学习，都是将灿烂体育气。我们在那 ECC， 自己分了三种币。我们在 ECC， 这个人被我当作币。想要念医学系，得拉高分数这一破表，可成了1.35，还是没过高。我的高中生活就是每天起床虐模考，不其他人的分数怎么看起来都是被狗咬。没实力就不想来台大一入学，无处不给无处的领域只好入学无，不学无术又不入学无术。现在用我们你得保住我的胸部。在我面前想表示，歌后也想想要表示，歌后他们都想要流量，所以歌词都抽表示。歌后讨厌这是都讨厌这我来。也想扫街而用，一生只会搞歌，不唱到让你倒车都忘。我们在一起戏，生活在那里面戏，每天在家里学习，都是将灿烂记忆。从没学习，要不挑一名都得保持积分，配你的天赋没这么限。你国中生物课本有说红线就没 DNA， 所以我说我的线，他们我说什么病，我说我的线，因为我要的太刁钻，不见拔出偏不进，无偏无进的天赋进也是原住民，他偏不信的是天注定，这个都成败。的楼梯到底还要爬多久？大多人迷茫，一生学习安于困惑，但大多一生却困于安逸的生活。那你有最多的选择，会怎么选？该不该踏出的来不易的舒适圈？想到环境太严苛，其他价值不值钱，但踏入白色巨塔可能就是五十年。这年代是五月天，不入门输对卷，不相信真实的价值有什么不为变。当你想突破那框架。他们告诉你阶级仍然是分贫富贵贱，于是我请了丧家。我的想法天和作风，拥有多少医学生真心想救人，上岁的高中生每个面试在行人后，是枪毙也只是开镜子锁自青春痘。先享受享受牺牲，我早该想透享受牺牲是最高层次的快乐，反正成绩不还可以是外科。我们再来一学习还有无病森林，每天在家里学习就能平步青云，爱是吃的烦恼不会输给